明天的苹果娱乐头条，今天抢先播出，欢迎收看2月2号礼拜四的苹果娱乐新闻。他是比王心如还正的袁爱飞，他是比苏嘉全还帅的 JR。可以停止这个话题吗？我们刚不是蕊过吗？而且为什么你讲完这个，全场那个笑声是一起这样子？因为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而且你知道吗？刚才在我们在这个蕊 rehearsal 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过分？导播还不自觉把那一张苏嘉全的照片放出来。哇塞，相似度95%。对，然后你知道就是还有用到 dissolve 的那种效果，把我的脸叠在苏嘉全的脸上。啊，就是这样，就是啊，好像哦。你其实姓苏对不对？对，我叫苏孝如。有吗？还好吧，对不对？我只是鼻子比较大一点，所以苏嘉全像成龙咯，是不是这样讲？所以你也像成龙咯。对，重点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他是袁爱飞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引出这个东西呢？对啊，真的耶，真的气死我了。好啦，不管怎样啦，今天我们进中打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娱乐大来宾哦。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大事件。哇，所以今天要锁定我们苹果娱乐新闻呢，因为有 SJ 的新闻，还有少女时代哦。对，还大玩亲亲哎，真的。可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今天劲装打扮，你看整个有一种那样闪亮的感觉。我觉得我都要出片了，这身打扮。你这很 bling 哎。对啊。示范一下怎么 bling。bling 有没有？为什么要用火鸡的方式来传达 bling 的效果？因为这样子我的亮片才会闪啊。哦，你可以就是 bling 就好，变成 bling。对。bling。不过讲到说你都要发片了，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这样劲装打扮，因为娱乐大来宾是倪安东。对，他也要发片喽。真的，所以喜欢倪安东的朋友呢，一定要锁定苹果娱乐新闻喽。是的，而且明天开始呢，我们会送爱的电影票，一些北中南的观众都有机会可以得到哦。好，所以一开始呢，读苹果 news， 今天要来看到的这则独家呢，哎呀，就是你知道在。在跟赵又廷到底是朋友，还是已经不是朋友，还是曾经是好朋友，还是反目成仇呢？这大家都很想知道。对啊，可是之前那个仔仔有说过嘛，就有表达说这个拍戏的时候很好，但是戏结束了，感情也随之。哦，是曲终人散吗？对的，就虚无缥缈，随着水流走了这样。可是今天独家专访到赵又廷的说法，所以这会成为手心的饶舌吗？不是朋友就不是朋友，是朋友就是朋友，不要随缘随便。他的意思就是随缘嘛。随哎，可通常随缘都是在形容，就是啊，如果就逝去的感情，就随缘分手了，就随缘，然后不是朋友就。所以你现在这一段，你现在这一段是，我没有说，我没有那个，我没有讲我自己。我说你现在这段跟那个大党的合作关系啦。哦。不是在讲那个关系哦，不要紧张好不好？就随缘呢，随缘。算了啦，好了，我们赶快看，就是接下来这个配对，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假戏真做，而且命理界的吴宗宪会来告诉你哦。哎呦，看一下。龙爱吃肉，喜欢吃肉吗？你有看过龙吃肉吗？龙不是应该吸什么祥云吗？恐龙啊，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是迅猛龙吗？是迅猛龙啊，我爱吃肉。好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一对这个戏中到底怎么发展的，锁定戏就知道。但接下来这一对呢，是许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很多宅男或是男生都想关注的，因为瑶瑶和 Apple 的写真集签名会。哎，瑶瑶身材真的还蛮猛的。对，她当就是她的胸在抖动哎，我觉得男生应该看到都大流口水吧。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欣赏写真集之余呢，也要多支持他们啦，你知道这个姐妹对不对？一起抢钱呐。他们应该是一起算一起努力吧，因为两个好像都还蛮年轻的，对不对？对，不过两个人身材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支持写真集哦。是啊，接下来的全天候狗仔队呢，我们知名外景主持人小马，他要闪婚啦！那恭喜他呢，还是说，加油。好了，不管怎样，会不会结婚，先恭喜你啊！但是帖子不一定要发给我们哦。有神的见证，一定 OK 的，赶快逃跑，一定会幸福。没错没错，感谢主，感谢主。好了，但下一段回来有精彩的来宾哦。哇，是我们的倪安东要现身啦！好，先休息一下，倪安东。倪安东。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now.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now. My little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now.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my baby now. 欢迎倪安东。好听哦，谢谢，好听了吧？
真的，刚才这首歌呢，因为最近啊，大家都有看到这个炒的，就是广告打得非常凶啊。这个《爱的面包馆》即将上映，就是他和倪安东、还有陈汉典、还有廖俊俊吧，然后还有这个陈妍希主演的电影即将上映了。但是呢，倪安东刚才带的这首歌。这首歌是不是跟电影也有关系？是，这首歌是电影的主题曲，然后我跟陈汉典一起唱的。哎呦，你跟陈汉典一起唱？哇，那这我们真的要好好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这录音的过程应该有拉长到半年的以上吧？不会不会不会，陈汉典还蛮勇敢的。你说勇？你知道我本人跟他合唱过很多次，我没有一次没有被他拉走。他是哪一种？走音王？他是哪种类型的？他是永远音不会在一个 key 上面的。所以倪安东当初在录音的时候有这个稍微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还是说应该是说他很容易紧张嘛？可是我觉得音准这一块，他至少他的耳朵听得出了他哪里有错，就是你他录进去，然后听到哎、其实我真的有走一下，所以他就花比较多时间，然后一直鼓励他，不管他录得多糟糕，就说好赞赞，太厉害！刚刚那个。就是鼓励就对了，让他这个燃烧这个自信心，对对对，就他会唱更好。所以刚才这段话就可以得知有糟糕过，后来请他练习好的，有没有？每个人有练习很重要，没错。不过最近这个大家知道电影即将上映了嘛？因为像我们现在知道说，昨天2月1号呢，他的专辑已经开始预购了，然后2月3号呢，电影就要上映了。2月24号是你的专辑发片日，没有错，二月非常的重要，对吧？真的，你在好多活动哦。然后听说签唱会的也会有特别神秘嘉宾，是的，是的，2月5号会有。陈汉典当嘉宾，对，我们要一起发行这，我们会一起唱这首歌，希望他不会走，应该不会了。你有打电话要叫他赶快练习一下吗？没有，我昨天有遇到他，他真的有努力在练习。可是说到这个唱歌，算是呢，倪安东比较教他，因为他算是他的前辈嘛。对。可是如果讲到拍电影，汉典算是比较有经验。是是。你们一起拍戏有发生什么样好笑的事情吗？或者你自己第一次拍戏有没有特别难的地方？我觉得。汉典帮我最多是在入境水署，他有教我很多的台语。哎呦，对，第一句学的是哇，不能讲的。第一句不能讲， okay,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可以讲后面一点学的这样子。哇，还真的很少。假爸不为，这个我知道。你现在可以基本的 conversation 吗？一崩 why two。哦，他摸我的手，哎，对对对，啊，倪安东，我甲你问一下吼，你敢有金迄个单眼皮？是，你有金伊？有，你感觉安尼安怎？啊，未歹，有送不？不回答，不回答，不回答。哎，他听得懂哎 ，OK 了。所以在拍电影前的时候是完全不太会台语，完全不会。哇，真的，那所以拍电影真的获得蛮多的。是是。那在那个入戏的那些状况呢，跟导演的合作啊，剧组啊，有感觉到拍电影跟唱片两个比较喜欢哪一个？哇，很难说，当然各有各的魅力嘛，是就非常吸引我们，因为我大学也是学戏剧系嘛，所以就很爱就是这一块的表演。我不能说有一个比较喜欢他们。都爱，两个都非常重要。对，可是这个在这个《爱的面包馆》里面，应该也有学一些这个厨艺，对不对？做面包啊，对啊，这个是有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学像手势什么的。对，刚开始会觉得有点困难吗？还是说还好了，还 OK 了。这一块当然花比较多时间，是要帅气的把那个手势做出来，然后乾坤大挪移，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可是 OK 啦，花了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好，这个那当然，现在回到音乐上，因为呢即将要发行新专辑，新专辑叫 Wake Up， 为什么？你沉睡太久了吗？差不多沉睡了15个月了，距离上一张专辑，对不对？对对对，这一次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把我们所有的音乐的做就是想法，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对，我希望这一次真的可以做了一个真的是属于我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第一章当然是介绍一个新人嘛，然后第二章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让大家比较认识我，比较了解我。我记得没错，第一张专辑叫《第一课》嘛，对不对？没有错。上完第一课之后，现在要 wake up 了，没有错，没有错。是是，所以期待这新专辑。不过刚好看到这个时间，对不对？可以讲一下，就是说2月5号，这个礼拜天3点在西门町电影街，然后还有这个2月18号礼拜六2点在台南的南方公园，然后再来2月18号礼拜六7点在台中的新时代购物广场，没有错。所以这昨天开始预购，希望大家喜欢倪安东的，不要过了15个月忘记他哦。除了看电影之外，要期待他的专辑。赶快去预购。不过你今天来，我们不可能轻易放过你的，我们要请你来当下，知道？当过演员，当过歌手，当一下 host。
哇，主持要进一下 ，Q 我们的 news。Q 我们的 news 对，因为接下来是直击好莱坞啊，因为有些好莱坞的好莱坞对，不是只有这几个字哦，好好直击好莱坞，然后有很多好莱坞女星啊，你知道之前很性感，但生了孩子之后还是这样可以拍性感照，所以你要带你要念这一段，哇，你完蛋了，你可以看得懂吗？好莱坞女星当了妈照托，可以阿唐。阿唐什么？阿唐嫂，阿唐嫂新广告卖性，阿唐阿唐阿唐嫂，阿唐嫂新广告卖性感，阿唐哥看了也兴奋。我有他嘴巴念出来好，不然不然这样，我稍微拿在这里，然后你瞄一下这里，然后对讲完之后对镜头说，请看，这样好不好？来来来，接下来请林彦东再念一次。带来这则新闻是阿唐嫂新广告卖性感，阿唐哥看了也兴奋。请看，没错，刚刚那个就是阿唐哥，还有阿唐嫂，是阿唐哥，阿唐哥 ，Tom Cruise 嘛，对不对 ？Tom 汤这样子 ，Kenny Holmes， 对对。但刚刚看完这个啊，就是这个相关的新闻之后呢，接下来呢，哎，电影的主角在这里好不好？他要送出《爱的面包魂》的电影票，总共十组有20张，但是要问问题。现在大家把那个正确的 email 准备好，然后电脑也准备好，不管是 iPad、iPad、iPhone 电脑，但是题目要请倪安东来说。好的，我会努力的。好 ，OK， 好好加油。很简单，倪安东刚刚演唱的《爱的面包魂》主题曲叫什么名字？记得主题曲哦，主题曲啊，主题曲，二声很难念。中文有进步，中文有吗？好，刚刚那个应该蛮简单的哈。会不会有人还是听不出来？好，赶快把正确答案还有正确的 email 呢，然后这个在小编的文章中。而且那一天现场啊，得到这票的幸运观众啊，2月14号这场是包场的。听说那天你也会带着心爱的，因为情人节嘛，情人，哎呦，哦，心爱的谁？亲爱的粉丝们啊，还有心爱的吉他这样子，还有心爱的吉他。对，倪安东那天会陪大家一起看《爱的面包魂》，所以现在赶快把正确答案可以在小编的文章当中，赶快赶快。不过刚刚有讲到说，除了电影之外呢，《Wake Up》的专辑即将要发行。是的，倪安东要不要讲一下？昨天开始预购，预购有什么样特别一些赠品啊？当然有那个。我们的签名，还有一个面包袋，然后对，然后另外没有一个面包，就还就是一个赠品啊，一个赠品，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面包形状菠萝的那个滑鼠垫，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然后还有这个是，哦，还有刚刚这首主题曲 You Are My， 这样会不会讲答案呢？啊，刚刚是好爱你的主题曲，没有错，单曲 CD 吗？对，预购才有，所以大家赶快去预购哦。好了，倪安东最后什么话跟大家讲吗？希望大家，比如说，就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我的《爱的面包魂》，还有《Wake Up》这张专辑，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很棒。啊，这张专辑刚有好听。一定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就好听，就好听，我的专辑就好听，我的专辑就好听。好，希望大家支持倪安东。今天谢谢娱乐大兵倪安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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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这一个。好了，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有 Super Junior 演唱会的消息，对，还有少女时代哦。明天的苹果头条，我们讲完 Q 了吗？对不起，好，再次再次来，5、4、3、2，明天的苹果娱乐头条今天抢先播出，欢迎回到苹果娱乐新闻。哇，刚刚看到这预告啊，感觉爱的这个电影超好看的。不过呢，从明天开始1连3天，我们要送出啊，在苹果娱乐新闻还有苹果娱乐一周要送出爱的电影票给大家。对，而且这一次呢，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也有机会可以得到哦。哇，真的，大家都可以一起看嘞。不过看我们苹果娱乐新闻，讲真的，除了可以看到新闻，可以看到主持人，可以看到来宾之外，还有东西可以拿。哦，真的太棒了！真的，不过其实讲真的，像我们现在主持完啊，现在呢是10:32:22，我们节目是 live 播出。不过 live 完，你工作完都去哪里？通常如果是下午的工作完，我晚上都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我都是大档，不然就是苹果娱乐新闻。那娱乐新闻晚你都回哪里？我都回家啊。是哦，但你知道几点了？都这么晚了。但你知道好莱坞的女星齐拉奈特里，她首映会完，工作完是玩青青。哦，哇哦，看一下，好嗨。于爱飞，对，如果你是像齐拉奈特里，就是你是女明星这样子，你敢在公园玩亲亲吗？不敢他刚才那个公园感觉不是那种草丛，就是有遮蔽物那种啊，直接那种就是一片草皮这样子。我不敢，我一定要么就躲在树后面。你当然不敢，因为像我们苹果娱乐盯那么紧，你一定不敢。对啊，那你敢吗？我拼了，我就拼了啦。没有，我就说那是苏家权啊。啊，我没有啊。
因为你先问我说是不是？你问我说是不是？这样有苹果拍到说你跟那个女友在那边玩亲亲哎。不是嘛？那是苏嘉全跟蔡英文嘛，不关我的事吧？开玩笑，开玩笑。好棒的回答。你真的好好，长相苏家犬好好哦。有一个替身，苏家犬有一个替身的话，就可以说稍微。你也想什么？长得像苏家犬，好不好？拜托，等你笑的时候，你就不会真的这么觉得了，好不好？好，对，这个题外话，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新闻，接下来是一个寒风来袭啊，要来看到这个团体是，对，是 Super Junior 来台湾开演唱会咯，可是票价很像就是变贵了，我们有为各位做一个整理报道。怎么苏家犬在跳舞？但我自己觉得不管票价再贵啊，一年你比一年高啊，只要表演够精彩，根本就不会有人你知道有怨言的，对不对？对，因为他就是觉得看的值回票价，所以多少钱都 OK。而且刚里面的时候有人要吃土，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省那个啊，省那个伙食费啊，然后就吃土这样子。来我家吃饭，不要吃土，拜托。哇，你这么随便啊？啊，没有，就大家都可以去家吃饭就对了。我在外面开流水席，开流水席请大家吃。好了，不过刚才看的都是韩国的相关的新闻了，对不对？大家要想说每天一定要来学一下韩文啊。对。所以苹果韩语教室来了，要来看他少女时代的新闻，而且还教你韩语哦。苹果娱乐新闻 ，대박이다，少女时代 ，대박이다，袁爱飞 ，대박이다，单身在小编的心中没有心如 대박이다。哦，真的耶！我们应用好快啊。对啊，你好容易活用哦。没有，就是你知道要学以致用嘛，对不对？所以 대박이다， 希望大家可以记起来哦。每天教你韩文教室。一年有365句哦，啊不是，就是扣掉假日之外，有学起来，年底要考你们哦，好不好？来，接下来互动一下，现在是10:42:03，有一位周雷福，谢谢小编先生，我拿到 Ella 的月历，我弟说小编先生在1月的最后寄到我姐手里耶，我弟还说他超爱小编先生的，啊，真的假的？他是男生哎，你确定要这样子吗？小编先生啊。对，但是小编先生爱的是心如小姐，心如你没有居费了。对，可是没有啊，这希望大家以后拿到我们的奖品啊或礼物啊，收到都可以上我们的 Apple eNews 来回应给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有可以上来讲一些日常生活琐碎的事啊，或想要鼓励我们啊，我们在节目中互动，然后把你的话讲出来。嘿，洗涤，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娱乐专卖店之明星运动室，我们林伟君的打拳击，还有打跑坏男人。哇，有啊，男朋友要小心了，家里万一沙包坏掉的话，就叫男朋友说，你过来站一下，站一下。对，沙包坏掉。这样子。他跟那个踢好又很近、哦。不过感觉他真的有练，不过女生练一下这种运动型女生感觉也不错。喜欢运动型女生可以跟你一起运动。哎呦，啊，猜中了。那是苏家犬。又是苏家犬。快点预告下一段什么啦？下一段呢是我们的观影，他玉女形象大破功了，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而且还有猛男泡汤来看一下 muscle。欢迎回到苹果娱乐新闻。没错，刚刚预告名人搜身，我们今天来搜的是正妹观影哦。对，而且我们收到了一根长长的什么抓痒棒。哈？可我觉得那抓痒棒还蛮时尚的，不过其实细看有点像那个炒菜那个铲子。你说铲子？对。大家怎么会把这东西放在包包里呀？不是，你要知道，有时候你要抓痒的时候，就你总不能叫助理这边一直抓，一直抓，你就自己这样子抓就好了。哇，你这手那么长啊！你刚才突然的画面，我们以为是动物园猩猩哎，你再突然说抓哦，抓一下就好啦，我全部都可以抓到。那你把手干这样拉起来，然后嘴巴这样。好像干嘛干嘛？一二三。你们，我最容易被控制的吧。好了，刚刚看完美女，接下来要看猛男是谁啊？是我们一零男模陈志强的弟弟陈志豪，他的身材有比他哥哥好吗？他这个有点壮他很猛头好像剃上去。不是因为他身体晒比较黑，他可能上妆上比较白。他脸好小，感觉跟身体就是有种分离的感觉。你敢接受这么壮的吗？我这个我不行，他脸好像剃上去，我晚上会吓到。放心，他也会说他没办法接受星星。干嘛？星星很可爱，好不好？你知道星星有可爱吗？是可爱版。以后注意，那于爱妃抓痒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很可爱，好不好？好，现在是这个10:54:42，虽然节目快结束了，可是呢，要来跟大家互动一下。有一位张敬诚说：“爱妃，你都在哪和你的男朋友玩亲亲啊？”什么东西？我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请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就说我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我是王心如，我是王心如啊，小编最爱的王心如。现在大家都学会整笑也就对了，是不是？这你真的好好用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在公园，你不可能嘛，对不对？车上也不可能，他都搭计程车，应该就在 pub 里面了吧？我又不去 pub。哦。不是吗？因为最近就是很怕被那个拍到，所以我就不去了。哦，所以都在家里玩亲亲。我没有，我没有玩亲亲这件事情啦。那我们那天拍到那个玩亲亲是谁？王心如啊，跟小编不是吗？哎、不过刚有人，刚才是不是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说，希望小编跟王心如主持一集？对啊，太过分。刚刚小编还偷笑，被我发现。对啊，小编还暗爽，小编心想我终于可以串位了。真的太过分了。好了，但不管怎么样了，大家如果真的希望小编主持，到底是穿龙的装，还是老少配，还是蚌壳精呢？蚌壳精，大家提供一些 idea 好不好？不过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有娱乐大来宾，有柯佳嬿和郭品超哦，也是来宣传的。最后苹果新动态呢，有我们 sister 小玲露事业线。真的，好了，但今天不管怎么样，大家看了苹果娱乐新闻呢，明天请继续锁定，我们要送大家很多奖品哦。拜拜，明天见。